你的十八岁，如果可以任性做十八件事，会想要做什么？我的成人礼，却偏想要一点勇敢和反叛。会想女扮男装一下，挣脱所有的束缚。会想要初尝酒精的刺激，为十八岁而举杯。会想学会作曲，写属于自己的歌。我问自己，现在足够了吗？不，还没有，还不够。我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，路过的人却只看到了烟。十八岁的我，需要一场蜕变和释放，将十八翻转，站在正无穷之上，继续探索无限可能。我的成人礼，是自己决定想成为谁。